送啦，叫我第一名。基隆市议会议员们不只是会为民喉舌监督市政而已，这一届的市议员在运动比赛方面的实力更是卧虎藏龙，特别是最近在嘉义县议会举办的全国议长杯桌球锦标赛中，由市议员连恩典、曾纪言、洪森勇、陈怡、吕美玲、郑文婷、郭美秀以及吴华嘉八个人组队联手拿下议员团体组冠军，个人赛方面则是由市议员曾纪言勇夺议员单打冠军，并且搭档市议员连恩典继续拿下议员双打冠军等三项第一名，用精湛的桌球技术大杀四方英雄英雌高手，成绩睥睨全国各县市议会，也是基隆市议会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也特地献奖给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姿伟和副议长杨秀玉。我想在有连恩典议员、曾纪言议员还有我们所有打击的议员拿下个人组单双打冠军的市议员曾纪言以及连恩典也特别开心，为个人也为基隆市议会争取最高荣耀。这次我们基隆市议会能够拿下三个冠军，那首先感谢我们董议长以及杨副议长对我们桌球的支持，那也聘请我们教练其他议员来继续来教导我们。那我想未来的话，因为我身为基隆市桌会的主委，那我想未来的话，基隆市这个得冠的这个时间，那我想把它再来推广我们基隆市的桌球运动。其实八位市议员从集训到参赛时间大约只有一个月，能够拿下市议会有史以来最好的桌球成绩，从职业桌球队退休前来指导的洪立文教练功不可没。我们这次能拿到好的成绩，所以大家非常的努力，然后我很感谢各位议员这么努力相挺我，谢谢。另外在议员职员组方面，在团体组以及个人赛方面同样拿下相当优异的成绩，喜上加喜。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